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今天呢，让我们参观一个托尔兄弟在洛杉矶县全新开盘的一个铁门社区独栋别墅社区。这个社区的平均房子的尺寸呢是2300尺到2800尺之间，可以说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面积。那它的售价呢是70万美金起，非常好的售价。铁门社区呢，它的物业费只有200美金每个月，非常低的物业费，并且一个新开发的城市，新开发的一个社区，它的城建税呢是没有的，只有 1.2 左右的地税。那么这个城市呢 ，Santa Clarita， 它位于洛杉矶的西北部，大概30英里的地方，开车去 downtown 呢可能是30分钟左右的车程。那么这个城市呢，它人口大概有22万左右，学区信息呢我也会放在屏幕上。那么如果对这个社区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尽早联系我，因为这个社区呢非常非常火热，拍摄视频之中呢不断的有人来看房啊。那目前现在的已经全部售罄了，可以见它的火热程度和受欢迎程度。那么托尔兄弟呢一直都是非常让人放心的一个质量牢靠，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一个豪宅社区建设的一个建商哈，他也经常被财富杂志提名为最受尊敬的一个公司之一。那么他本身呢也是上市公司，他的品质啊，还有历史啊，还有他的旗下的各种合作公司口碑呢也都是非常好的。Thank you.
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看房视频。如果你对这个户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联系我哦。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户型的话，没关系，我们还有五种其他户型在这个社区供你选择。去我的频道去找播放列表，去找其他五种户型的房产。那么如果你对这个社区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我们可以沟通一下，聊一下哈，我也会给您做一下推荐。那么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快点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经常分享美国加州、南加州房产、房源信息，还有各种各样房屋相关的知识视频来给大家参考。我是 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那么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